在现代社会来讲，这个自杀率好像是越来越高。在您看来，这个自杀真的能成为一种解脱痛苦的一个方法吗？我讲起来，从播放的角度来讲，你每一天都是你的精神从这里调下去啊。嗯。你每天一天都要调下去，有这个痛苦的。嗯。所以这些就是说，不但是解脱的一个问题，还要增加自己的业力，增加自己的痛苦。嗯，所以这是非常无聊，哎呀，根本就没有智慧的人的一种做法，啊，根本不会就是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啊，也就是要不会尊重自己的这种智慧，所以很多人就是自己痛苦都是，我觉得是没有智慧的问题，就是这个智慧是要靠别人的这个宗教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来要成长自己生命中的这个智慧，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它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在这个藏地啊，或者是信仰佛教的人，我在30多年，一个信仰佛教的人，我没有听过说自杀了，因为他的条件有高低啊，贫穷富贵都有，
但是他的精神当中有一个依靠依赖，知道吗？他不会自杀跳楼，因为他有起码有一些就是政治正义的，他懂这些道理。人间的痛苦的发生为什么？不是一个人身上发生，整个世界都是在无常变化当中。所以他知道这个佛所讲的无常变化的道理以后，他精神当中他就放下了很多的这些东西，他就是心里就不会有压力这种的寂寞的痛苦的自杀的这种问题都没有。这也是我觉得是信仰很重要的，信仰也很重要。那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就是说到这个佛的智慧，那么佛的智慧和人的聪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相差很大的。你看我们人的聪明是什么？聪明是事情是办得很好的，但是可惜啊，他就是说这个聪明给他自己带来很多的痛苦和压力和寂寞和自杀，都是人的这个聪明，人都会发生这些问题。但是有了智慧的人呢，他精神当中不会发生这种自杀呀、寂寞呀、孤独，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因为是他有这个智慧的能力，他有智慧的能力，他可以很多事情可以判断思维，可以化解，知道吧？所以呢，智慧呢，它第二个还不会执着那些，就是说轮回的那些，不断在轮回也好，这个世界啊，或者很多东西，它不会那么就是执着，不执着，他心里没有那么大的痛，所以他就会还会放得下，但是还会利用这个世界来可以就是说帮助众生。所以呢，这个聪明是世间事办得很好，但是呢，他会这个困弱在这个世间的东西里面，像锁一样的，就是这个库在这个地方，他没办法打开。因为是我爱上一个人啊，哎呀，我这个就是我整个我这个学习呀、或者是这个感情的原因，所以呢，我就学习啊、修行啊，统统就扔掉了，就那我就追求一个无聊的思想。哎，我的人生全部都是没有啊，就我就想这一个东西，这就是聪明啊，他能考得到的，他能追求到，但是呢，结果是痛苦的。但是呢，智慧的人呢，他不会这样去做的，他考虑的很广，他考虑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每一个地球，整个地球都会考虑到，哎呀，我的痛苦和每一个众生痛苦都是一样，我本来众生很痛苦，我不能再跟他增加痛苦。本来他就生命中有那些感情执着的这种聪明所做的这种，自己觉得这很了不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聪明啊。说哎呀，有时候做生意做得很好啊，事业很发展很好，家庭也看起来很好，但是他心里这种痛苦离开不了，这就是缺少了这种佛菩萨的智慧。菩萨呢，他会爱众生，但是他不会自作，就是我的家我的亲人没有这样大平等的状态来，就利益众生，无边。这就是菩萨的智慧。这就是佛的这个觉悟是什么？他的觉悟是超越我们的意识，懂不懂啊？超越我们的意识。而这种超越意识能力，必须要通过实修的方法来实现。这个实修的方法呢，我们要培养超越意识的这种大智慧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人的这种意识所感到的一种这种境界。你看我们人。意识能看到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佛的这个觉悟的力量，这个意识里面，意识叫人性，知道吧？人性加佛性是什么？佛性的这个如来藏的觉悟的力量，加上了人的意识当中，这个意识由是变成了这种大智慧，那个力量非常强大，它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莲花，你死了以后，你莲花去哪里，投胎转到哪里，我都看得清清楚，我跟着你的莲花转。所以呢，这些佛菩萨度众生有力量，他可以一个众生投胎转到哪里，来世都可以跟你写得清清楚楚，你来世去哪里都他会跟你写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是变成牛还是狗啊，或者是鸡啊、鱼啊、神啊、天人啊，他都能可以看到你。这就是佛的觉悟，佛的觉悟的力量。这个觉悟的力量是通过实修，佛法里面有一个叫实修的方法来培养这个大的这种力量，需要很长时间的下功夫啊，这一定要身口意三门非常清净的一个状态。这是作为这个觉悟是什么？人的所有的整个人所有的智慧全部都培养的这种，全部用上了自己，那个境界叫觉悟空心的境界。
也就是佛的境界，刚才我跟你讲，他能我们看到都看到了。佛2500年所讲的每一个众生发生什么问题、灾难什么，我佛写的清清楚楚。佛那时候没有科学呀，2500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讲的清清楚楚。现在我们的业力和世界发生什么问题，佛经里面都讲了。那佛有这个觉悟的力量，超越我们科学和凡夫的这种意识，这个能力叫。这个能力叫如来藏的功德。那您在您看来，这人间的爱心，比方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爱亲人啊，爱朋友啊，爱人啊，这种人间的这种爱心，与佛说的这个慈悲，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区别很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爱啊，佛的爱和我们的爱不一样啊。我们的爱是有固定的。我们的爱是有目标的，我们的爱是它有这个依靠和依赖的地方啊，我要放他，我要爱他，他给我汇报什么，他以后也会爱我，他有目标性，这是我们人类的爱。因为我要送给你东西啊，他要送，我给你送东西，我有一个目标，下一次这个人会帮我啊，我就是爱他，我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家庭，我要爱这个人，未来生孩子，他有目标性的，这是人类的爱。佛的爱，佛的慈悲是没有这种依赖什么、依靠什么、回报什么、包容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从来给我什么得到啊，他就是说报答我的恩德，他从来没有说像太阳一样的，太阳没有任何思想说我要爱一切，但是他就是一直照到整个世界。所以佛的这种大悲的力量就是这样广大，没有这种自私的这种目标性，这就没有，所以这种想法很大的。Thank you.